然后打完再把去休息去吃饭了。哎，饭凉了吗？还是直接去吃？我饭煮的不够熟哎，我正在让他重新种一次。Nice， 那很好，那很好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哎，今天的菜超好吃的，认真。哦，那很好啊。哦，但是我跟你们讲，那个饭照理来说会熟，只是因为我弄了两杯米，所以才不熟，就是太软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是弄了两杯米？就是这次的饭就是不够熟就对了。啊，弄两杯米有加两杯水吗？有啊，就是跟平常一样比例就对了，只是没有熟。那怎么会不熟？不知道啊，那就电锅的问题哦，不关我的事。确实是有这个道理，确实有这个道理。大郎，跪头啊！声音在颤抖。什么东西？手声音在颤抖，讲到什么话？没有啦。饭真的没熟，再等一下。我会跳，然后阿虫怎么知道？阿虫你怎么知道饭没熟？我的气炸锅，电锅不关我的事。你在气炸锅里。不是那个气炸锅，那是蟑螂应该早就跑出来了。他就算没有跑出来，那应该也死得很惨。那气炸锅，我每次洗气炸锅的时候，我都要先大喊阿虫出来哦。啊，那你听我说，这女的会，她会煮饭了、啊，她进步很多了，她已经进步很多了，真的。啊，你每次吃着我都先跑去厕所啊？没有啊，每次吃一口就跑一次厕所。没有啊，你有看胖哥那个樱木那个胖哥那个都会先拿那个一大罐起来先灌啊，先敬各位唢呐大队一杯啊。欸，我真的觉得要看欸，诚心推荐的人是那个什么樱木花胖，真的蛮好看的。快要我吃播都只看那一个，那个拿命在吃的欸，先敬各位唢呐大队的一杯，他那不怕死的。他那个什么留言区都是什么，哎、欸，你在吃，你就要去找你的好兄弟胖胖龙啦什么的。他下一站继续吃，很狠，不太说，拿命在吃播的。为何不教朵莉姐？有啊，上次阿胜煎蛋给我吃，我才知道蛋要怎么煎。是吗？我今天早餐做很好吃的吐司给阿胜吃，对不对？确实好吃，听起来不好吃。对，我口气低沉是怎样？没有，操作失误了。操作失误会有点小难过。靠腰嘞！你看他没大。但觉得出了点小问题。原本那个雷梦感觉是在赢的，就那雷梦的最后一局被翻盘。看罗杰那个怎么自摸的、啊？看，然后这是在 AHQ 打了三年麻将的实力吗？靠腰！当初在 AHQ 训练室打那么多年麻将，就是为了这个，就是为了这笔。这奶哥这100万应该不是摔奶哥头上吧？怎么会？是奶哥头上吗？台湾最爱的娱乐城，新城，星光娱乐城，永远的神。确实。星辰 online 永远的神，不能说不愧是我主公司的。阿胜，这把柯嘉斯玩得好、欸，好的啦。这把我是不是很操作还行吧？哦，那我操作还行吧？我都不懂拉扯哎、欸。阿胜，你网银的人去这场节目做做效果，洗个钱应该没问题了吧？好的，那网银做人做完这么多年，全被罗圈跟那个苏冠轩捞走，拎雅嘞，怎么就没找我们上过这种节目？奇怪嘞、欸，妈的网银国际。不是那个没有逻辑的，为什么狼谷一乐就没有找我上过这个节目？奇怪嘞，帮你们做牛做马做了五年六年离开，奇怪，怎么都没找我上过这个？星光娱乐城打个麻将500000嘞，怎么都没有我？何必呢？对不对？这是做牛做马的，这个公司被罗成员这种人掏空，何必呢？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我当初在狼谷一乐，再转到天狼娱乐，再转到狼谷一乐，转了三次，怎么都没有这种后康哎、欸，至少也上让我上节目看一下顾伟的奶子吧，对不对？何必都是这样子的，那都是一些有的没的，真正的叫我去录节目，都不给我钱的，对不对？好歹也让我去上一下这种，对不对？之后可能要发，之后有机会可以发我的，我们就会削个500000呐、啊，对不对？看谁有奶子没有啦，奶哥的啦，奶哥的面，我说奶哥的脸呐、啊，奶哥的面子，奶子靠腰，奶哥的啦，靠腰是这个意思啦 ，K Y R O 好的啦，以前弟弟好吃，做的哀叫，上这档心得，叫你吃什么应该没问题吧？好啦，奶哥裤子脱下来，我直接帮他吃好不好？500000，妈的100万，什么东西？靠腰，奶哥就算今天直接裤子脱下来，跟我说。我也吃好不好？何必呢？拜托，吃什么火鸡腿？那个是因为好的，那个一块钱都没有拿，那么早起床，对不对？吃那种东西，吃羊屌不羞辱人吗？看这一次100万，吃谁屌？我一定吃啊！何必呢？100万要我吃谁屌就吃谁屌，何必这样子呢？对不对？发米也要有赢才有机会拿钱。只要我收到那个节目通知，我现在外面这个门就是锁起来，
再也不吃饭。五瓶红牛拿起来，那个什么神奈野大老二先除值十万，打到没有为止。打新手局十块五十块，先除十万，打到这钱没有为止，再也不开直播了，不开直播了。他们只要那个节目一发火，我把门锁起来，贴封条。神奈野麻将直接除值，用奶哥全造型，把那个每天吃饭的时候配着奶哥的至尊娱乐城吃饭，看奶哥怎么打牌，看他的习惯留什么，洗澡的时候也要看，都看着。因为我要把哪个的那个讯息摸透，那节目好歹也是我母公司的嘛，对不对？回去探探亲也没什么问题啊。你是想摸透上加锅鬼鬼吧？没有啦，靠腰哦，没有啦，对不对？上加给锅鬼鬼感觉很软哎、欸，我是说他喂的牌很软，我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的，我是说如果上加配给我锅鬼鬼，感觉随便打的，真的感觉很软，嗯。他如果上家配个龟龟，感觉随便打的啦。那个什么，一直喂球，一直把一直喂牌啊。台麻感觉不用算什么断幺九，不用那个还比较简单。台麻是而且我台麻是在精神病院里面学的。看精神病院里面的老人打麻将都很厉害的，我麻将是在里面学起来的，我在里面练起来的。我跟职能治疗师跟两个失智症的阿公，有一个是真的失智到打十三打牌会变成八张的，那个真的有点太失智了。有一个是真的太严重，那我平常跟职能治疗师，再加上旁边两个那个阿公，哎呀，那很会打的，都是这样子。旁边那两个平常都这样，啊，打麻将就，哎，快一点，年轻人，你大概摸完之后看一下一秒两秒，哎，快一点。不是，我想说我刚学啊，大家放轻松一点哦。那个职能治疗，他说哦，这几个阿公看起来平常也没什么样，应该看起来平常也都慢慢的，大家都慢慢打。好，那我一边慢慢打消磨时间好了。一拿到就开始在帮你，你知道吗？我那个还在叠那个，我还在叠，他们已经帮我叠好，他们看不下去，他们我叠到我大概叠在三分之一吧，他们全部人都叠好，那超级夸张的，他们打麻将怎么那么快啊？靠腰嘞！大圣星辰不会发包给实况不到两千人的卡，你的战力至少25个陌生人才有资格。对不起啦，拍谁啦？万方医院六月四号 DLC 更新失智阿公，真的有在里面。你去问那个职能治疗师，我真的有在里面打麻将的。今天应该是个很正常的日子吧，也没做什么事。今天的直播 BOD， 我建议是不要留。我看他今天的抖内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有什么东西？天上太阳红得红通通。一堆鬼吼鬼叫之躁郁大礼包，习近平朗诵假文，芒太郎，习近平朗诵假文，鲁透社，近平的清零梦，我推的孩子，紫禁之巅练武士90秒版，鲁包爱你，干你啊！今天的那个，今天他妈抖那个是一些什么东西？靠腰嘞，冷静一点嘛！